哥哥张国荣离开我哋已经20年啦，今年圈中有唔少悼念活动，唱片公司就推出哥哥当年录好，不过一直未曝光，翻唱林子祥嘅《最爱是谁》，仲揾嚟当年同哥哥合作电影《为你钟情》嘅李丽珍担任 MV 女主角。MV 上架短短几日，点击率已冲破280,000。MV 中，真妹喺巴士度上演独脚戏，由独自发呆到忆起往事黯然落泪。身为金马影后嘅真妹，当然应付自如啦。为何离别了，却愿再相随？为何能共对，有平淡似水？问如何下去？为何猜不对？何为爱？其实最爱只有谁？有每天如无过去，沉默里任寒风吹。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？答案可是绝对。MV 中人来人往，又只是真妹的感情写照，究竟她最爱是谁呢？是不是填写这首金曲的填词人旧爱潘元良呢？虽然一切已成往事，真妹依然很感激哥哥。 Hello Hello， 其实我要多谢哥哥，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演一个 MTV， 总之多谢你们啦。另外，唱片公司仲揾嚟一班新生代翻唱哥哥，包括 Mira 成员姜涛，佢嘅表现仲获唔少网民赞赏啊！一岁再追，追踪一些生活趣。